我一直在思考，我一直在思考，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是突破极限的恒心，是开拓生活边界的无限创造力。是打破常规、孤军奋战的勇气，我们是命运的逆行者，共同的信念，共同的信念，使我们相遇。从此，自由的道路上，有了志同道合的伙伴。自由也变得更加有意义，创造与众不同的人生，才能释放独一无二的光彩。